你是否也曾跟我一样，抽屉里塞满发票等着兑奖，口袋里被洗衣机卷走的发票一定是中了200万的那张。又到了这个月的25号，桌上的发票早已经准备好，外婆的老花眼镜早就戴好，花了2个小时兑了200张发票，却连200块也兑不到。我想说，外婆啊，请别再烦恼，从此不再需要管理一堆发票，下载 APP、iPad 或手机，只要拥有运到发票就可以，再也不用紧张辛苦的兑发票，电讯会自动通知你中奖，把账户设定好，奖金不会乱跑，自动汇入你的银行账号，免时差去发票，按一键就好，能够随手做爱心多好，请赶快来这里拿出手机申请，从今天起把发票存在手机条码里。再也不用紧张辛苦地兑发票，简讯会自动通知你中奖，把账户设定好，奖金不会乱跑，自动汇入你的银行账号，临时差去发票，按一键就好，能够随手做爱心多好，请赶快来这里拿出手机申请，从今天起把发票存在手机条码里。